像这道题不用讲了吧？公式套一下就行了。为什么不用讲？那个公式套一下。像凯恩斯提出的经济学理论，大家都知道吧？谁？什么理论？这不就像茨威塔耶娃那首诗里写的一样吗？谁？哦，我想和你一起生活吧。啊？谁？啥诗？为什么只有我没有文化？